Thank you.
行乘坐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，请全程佩戴口罩。本次列车终点站静泽，请站稳扶好，请全程佩戴口罩。下一站竹叶海，开右侧门。我把你一个多月。
然后你们就是他这个黑夜上就快来了，这条路了吗？快就到了。我走了呀。收音机，完了，一个安全。